这次又会遇见什么？老大，不能就这么算了呀！你好不容易打响了真剑斗虫大鬼王的名号，怎么能让那个小鬼得逞？对，那个小鬼一定是诈了，他暗算了老大。你们两个慌什么？之前的那一仗，本大爷也有点轻敌，谁让那个小鬼看起来太普通了嘛？不算数，不算数。别管那小鬼耍了什么把戏，我们接完计划，摆开荒龙戟一堂堂斗虫大噬痕的阵势，再拿出本大爷锤炼多年的赤红一杵，到时候满场都是观众们为本大爷叫好的呼声，哈哈，再加上赤红一杵碾压性的实力，那个小鬼绝对会吓得两腿发抖吧，什么伎俩都使不出来，本大爷轻轻松松就能把他拿下。老大英明。可是人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要举办这场荒龙极意堂堂斗虫大噬合，从什么地方下手才好？根据荒龙极上盛世好古大祭典的经验，我们需要提前向天领奉行报备，拿到活动举办许可，好像还有个场地租用凭证，这些好像都需要经费。考虑到要把极意大噬合举办的比好古大祭典更热闹，至少得花三倍的魔蜡。停停停停停！一听到天领奉行这四个字，我就头疼的厉害。啊，至于经费，大不了我们就别做一休三了，加把劲儿，做二休四。这样我们加起来多做了四份工，整整多赚四倍魔了，肯定够了。不愧是老大，这样一来我们只需要考虑参战的将士了，参战的将士也不用太强，能帮老大应付对方的杂兵就行。对啊，那小鬼说过他还会带五个斗虫好手过来和我们公正对决，问题是荒龙派里精通斗虫的就只有老大你了，要是他们对老大发起车轮战，就算老大的实力再强也会吃不消的。你们两个明明还没开始准备，怎么就畏手畏脚了？拿出荒龙派的志气来，这点小问题本大爷会想办法解决的。要不然先是把以前斗虫的小友们找过来商量一下，或者去长野原烟花店看看，问问他能不能参战。不成，那样的话本大爷败给一个小鬼的事很快就会传遍整个花剑盘，谁丢得起那个脸？哼，发牛的，你又在搞什么名堂？喂，我说吓死本大爷了，你们什么时候来的？居然还好意思问我们，我们站在这里很久了。我和旅行者本来想去冒险家协会，结果远远就看见你们在这里吵吵嚷嚷，说着一大堆不明所以的话。是大噬合，少了一个大字，可就完全不够热血了。我的挚友啊，如果你也多多斗虫，一定能明白斗虫激动人心的地方。所以说，你是不是被什么人打败了，正琢磨着怎么挽回面子？话可不能这么说，那都是暗算，暗算。没错，有个叫花脚玉将的小鬼，看准老大和其他小友切磋后的疲劳时期，突然加入对决，向老大发起了挑战。
用一只大的夸张的鬼斗虫，哐哐两下，就把老大的虫子挑翻了。还说什么要让老大了解斗虫强者的真实世界。喂，阿寿，不用把我战败的过程说得这么清楚。言归正传，我好像听说过我的挚友无论干什么都很有天赋，两三下就能学会一门新技艺，而且比大部分人还厉害。我已经猜到你要说什么了，放牛的。你是不是想拜托我们帮你报仇，打败那个什么花角玉将，让我们打白宫啦？打白宫？飞行爱警官，我荒龙一斗是那么不讲义气的人吗？要是我的挚友答应帮我，我就包下你们两个月的午饭，每天都请你们吃一碗招牌拉面，怎么样？每天一碗，那我们确实可以考虑考虑。这可是老大用宝贵的胜利换来的。之前有一位小友自称真剑斗虫大鬼王，老大听说后很不服气，就向他发起了挑战。如果那位小友输了，就要让出这个称号。经过长达一天一夜的92次苦战，老大终于险胜一场。不过那位小友想用他家拉面摊每天免费吃一碗招牌拉面的优惠券让老大网开一面，两个月后就把这个称号还给他。虽然不知道他家的拉面有多少斤两，但光冲这个分量就是很诱人的提议。而且凭老大斗虫记忆的进步速度，两个月后肯定会有更威风的绰号，这笔生意确实很划算。只不过我们都忘了问那位小友，他家的拉面摊在哪儿？都打住，都打住，过程不重要。总之，这些拉面都送给我的挚友和飞行爱警官了。等等，我们还没想好呢。我已经向玉象发出战书了，他也答应会带着几个外援应对我们荒龙派的攻势。至于场地，我好像知道要去哪了。首先要拜托我的挚友把铁岭奉献那边的复杂手续统统搞定。事不宜迟，我的挚友还有飞行爱警官，现在就出发吧。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好像也推脱不了了。看一斗这么激动，我们就跟过去看看吧。反正学学斗虫帮他打败对手就行了吧，听起来也不复杂。难道放牛的有什么孩子气光环吗？你也被影响了啦。不错，阿守和阿黄准备的原材料都就位了。我们开始布置场地吧。这擂台很有气势嘛，不错不错。我的挚友，没想到你在这方面也有才能。配合本大爷这精妙的宣传画，气氛不能更到位了。旅行者好木工，老大好画工。可是这里好像离道西城太远了，真的会有人过来看吗？没问题没问题，以本大爷的名气还怕没人来看吗？听说荣采祭的时候这里就举办了一场剑术比试，当然也是鬼斗虫对决的不二之选。接下来是时候给你们看看我天下无敌的鬼斗虫赤红一杵了。居然还真是红色的鬼斗虫，好威风。放牛的，没想到你还挺用功的，从哪儿找来了这么一只鬼斗虫啊？能让我凑近看看吗？
随便看随便看，仔细观察一番吧。不过我可不会随随便便就把培养赤红衣杵的秘密告诉你们。嗯，怎么有股熟悉的香味？好像是洛洛梅的果酱。这一定是你的错觉，你太饿了。说起来，老大，你还没给震慑涂装加上保护涂层吧？要是下雨的话，我们花了9000摩拉才买到的那瓶珀莱果酱，就都白费了。没问题，反正黄龙级堂堂斗虫大师盒还没开始，还有时间给赤红衣杵涂上最后的保护层。你们先去准备传单，拉拢足够的观众。本大爷就在这里稍微指点一下挚友和飞仙安警瓜，带他们上手。然后我们就先一起吃个饭，庆祝一下吧。哎呀，做了这么多事，真是辛苦本大爷了。哦，没想到你们的阵仗还挺大。出现了花角鱼酱。不应该啊，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人间斗虫大鬼王，你该不会忘了吧？斗虫的强者能够互相感应，上次不也是这样吗？难道说你还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们？哼，正在慌张地做准备。什么话？要知道，没有和鬼斗虫心意合一时，本大爷会隐藏强者的气息，尽量保持低调。我只是小看了你的洞察力。哦，他就是打败过一斗的人嘛，看起来的确只是个普通的小孩呢。但他说话的风格很特别，感觉和放牛的天生就要对着干。花小鱼香，能找到这里来算你有点本事，值得我真剑斗虫大鬼王再认真一点。你们很快就会后悔了，因为你们这次的行动太莽撞，就像是提前把脑袋伸过来挨揍。嗯，这次的态度更自信了，看来你也拿出了最强的底牌。最开始就让你一败涂地的话，一定会错过很多乐子，就由我的部下先陪你们玩玩吧。哼，想用小弟来试探我们吗？那我们这边就派出飞行矮警。不行，飞行矮警瓜代表我黄龙派出阵，气势绝不能输给那小鬼，那称号也得威风一点。我明白了，就让破空白铁小警官给你们一点教训。哎，为什么是我？老大，现在就要和他们对决吗？我们还没来得及宣传这场比试呢，你的挚友和挚友的瓜也还没经历过斗虫的实战。对哦，但那小鬼都打上门来了，本大爷不可能当做头乌龟，宣传的事之后再说。至于斗虫的技巧，我会在旁边指导飞行矮警瓜的。不对，是破空白铁小警瓜。实战也是一种学习，输掉也没关系。好过分，还没开打就假设我会输。白铁小警瓜，你要拿出黄龙派的气势来。让你第一个出战可是我深思熟虑的策略，这个策略的灵感可是我从阿忍那里听说过的离月故事。用我方最弱去迎战对方的最强，我方中等迎战对方最弱，我方最强迎战敌方中等，这样一来就能保证三局两胜。虽然你的确很有天分，但没多少实战的经验，在我们这一群斗虫强者中间只能算是呆瓜。派一个斗虫呆瓜上阵，就能让对方的一位好手失去用武之地，
我们这边真是赚大了。可是按这个说法，你要亲自去和他们的头花甲玉将一较高下，你不才是我们这边最弱的那个吗？啊，等等，是这样吗？你好烦啊，我没说过我的策略和故事里完全一样吧？行啦行啦，我上就我上，我可不想被小瞧。看好了，我派蒙可绝不是斗虫带挂。真是平平无奇的对手，出战的鬼斗虫也花里胡哨。肤浅，外观根本是无所谓的东西，鬼斗虫最重要的性能是对雷之力的共鸣。所以说，挑选鬼斗虫的眼光就决定了斗虫生涯的一切。什么奇怪的理论，就连我都明白，最重要的应该是实战的表现吧，应该把主要的精力花费在训练斗虫的技巧上吧。就是啊，小醒瓜说的对，你斗都不会斗还谈什么性呢？听好了，白铁小醒瓜，你要观察对方鬼斗虫的动作，即使让我方鬼斗虫避开攻击，调整对方出招后的破绽，发起猛攻，只要进入攻击范围，赤红衣橱就会给对方狠狠一击。也就是说，对方准备攻击时，我就让鬼斗虫后退，对方露出破绽时，我就让鬼斗虫前进，打他个措手不及。啊，听起来很简单嘛，我试试看。旅行者听了一遍应该也学会了。居然临阵学习斗虫的技巧，可别把人看扁了。那就别废话了，拿出你们的鬼斗虫，让我看看你们的斤两吧。我破空白铁小警官派蒙赢啦！小警官威武！哎呦！你还挺有天分嘛，白铁小警官，狠狠地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待会奖励你一碗鸟蛋烧。花甲玉将，我居然败给了一个新手，我愧对你。放宽心，放宽心，看来对方找来的援军不是等闲之辈，我们也要让其他部将备甲上阵了。真见斗虫大鬼王，没想到你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就找来了可靠的将士，稳住了阵脚。从今往后，我每天都会派遣一名部将来到你们的主场略阵。
你可要撑到最后啊，不然你们荒龙派的战书就会成为斗虫界的笑柄哦。喂，喂，喂，走什么呀？难不成是怕了？突然出现又突然开溜，嘴上还嚣张得很，真让人恼火。听他的意思，花角玉将还会派出好几个部下来挑战我们，那岂不是再过不久就要开始对决了？没错，看来我们的时间不够了，来不及把极夜堂堂斗虫大试合办成荒龙派最盛大的活动了。还好，相比热闹的气氛，现在本大爷更看重之后的对决。刚才飞行安，刚才破空白铁小醒光打败劲敌，一战成名，看得本大爷斗志昂扬，让本大爷想起了我还是个斗虫新手时，第一次向花剑版的强者发起挑战的情景。难道说放牛的也有刚刚学会斗虫就打翻了某个老手的高光时刻？当时老大一败涂地，就是因为当时被打败了，才会被白铁小井瓜大人斗虫时的英姿打动吧？不重要，那些事都不重要了。接下来，真剑斗虫大鬼王、破空白铁小井瓜，还有鬼王的左膀右臂旅行者，我们三人要团结一心，好好对付花小玉将和他的部众。迎战每个对手之前，我们都要商量对策，只要我们获胜的次数比对方更多，嘿，花小玉将就必须亲自迎战我。总觉得进入正题的节奏有点快呢，但刚才斗虫的感觉还不错，而且帮放牛的赢过对方后还有两月份的拉面，不如就专心一点好好配合放牛的吧。这才像话嘛，只要好好听本大爷指挥，拿出全力应战，绝对能把花小玉将打得落花流水。我来和你们决斗了。怎么回事？
花小玉将那家伙又派了个小孩来出战，该不会是人手不够了，想要草草应付我们了事吧？你不重要，吵吵闹闹的人一般都是杂鱼。嗯，这位金发的大姐姐很沉稳，有一股强者的气势，她才是你们荒龙派的老大吧？嘿嘿嘿，这位朋友的眼光很毒辣嘛，多夸她几句。啊？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我的挚友确实强得没边，但这次他只是我们荒龙派的外援，帮派的名字写得清清楚楚，老大当然永远是我荒龙一斗了。对啊，荒龙派的实力先放在一边，当老大究竟是什么感觉呢？我也有点好奇了。如果你答应我们，我也可以试荒龙三天后到期派盟，或者荒龙派派盟临时老大。喂喂喂，你们两个不要被对手带偏了，他明显是想让我们起内讧，他在耍阴谋。等到本大爷战胜了他的老大，他就要为这番大话后悔，慌慌张张收回他了。拉倒吧，你们荒龙派内部的事我可不关心，我只想和厉害的对手较量一番。先让我领教一下这位大姐姐的斗虫本领吧。加油哦，斗虫对你来说肯定是小菜一碟啦。对，我的挚友，记住我和白铁小警官说的要点，抓准时机打他个手忙脚乱。想得美，我可不会给你们躲闪的机会。
不严谨，不优雅，不精彩，不奇妙，什么都不打。你在神神叨叨什么？评价你那些败下阵来的同伴吗？说的是你们斗虫的风格。啊！你的脑袋被漂浮林砸过吗？本大爷又不是来表演节目的，本大爷讲究的是热血、强劲和势不可当。你要来领教一下吗？想起了不好的回忆，我不能和你这种大大咧咧的家伙对战。嗯，这位金发的小姐看起来很好对付。决定了，我要挑战她。我的挚友，听见了吗？他说你好对付。你快来好好招待这家伙。真是让人看不懂呢，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收集对手的情报嘛，一个接一个的过来送战果。花角玉将的团队简直就像是散装的，策略这方面远远不如我们三个嘛。鬼斗虫之间的决斗理应表现得很有观赏性，甚至是艺术性。可你们好像并不理解。有点矫情过头了啦，明明爽快和开心最重要，只强调观赏性不就变成演戏了吗？就是啊，白铁小警官都明白这个道理，就让我的挚友来好好给你上一课吧。
破空白铁小警瓜，我来替电气鞘翅报仇了，准备好你的鬼斗虫吧。淘汰你以后，我会把荒龙派的成员挨个击败。咦，这次倒是个成年人，不过怎么比之前的孩子更起劲了？白铁小警官，人家点名要和你比拼了，你的气势可不能输给他。带上赤红衣橱，尽管放手去打吧。开打开打，我破空白铁小警官的第二战。不过为什么对方的鬼斗虫都那么大呢？好像有点不公平啊。不用在意，鬼斗虫太大的话就会变得很笨重，远远不如我们的赤红衣橱。你们那种羸弱的鬼斗虫，别说赢过我了，就算送给我，我都不愿意浪费一个虫龙来装它。